今天的热点透视带您聚焦疫情严峻，但居家检疫还有隔离的规定有放宽。疫情指挥中心22号在官网宣布的新措施，原先规定是一人一户，现在放宽为一人一室。由于正值疫情严峻时刻，是不是代表居家检疫场所的量能不足呢？指挥官陈时中今天强调，在5月23号可以收住的加强版集中检疫的房数有977房，未来3天还可以扩大828房的收住范围，而且以前规定比较严格，但现在是要顾及到疫情的变化，不能够把防疫旅馆都塞满，能空出一些空间的话，那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就可以多一些空间，来达到社区防护的最大效果。指挥中心22号悄悄在官网上更新居家检疫及隔离新措施，从16号开始，从原本一人一户改为一人一室，标准再放宽。我们当然要顾及，就是说哈，这疫情持续在变化，不能就是说把我们的哈防疫旅馆容置率哈让它变成就是塞满了，好，换句话能够多空出一些，那也许我们就能够在这加强版的地方就能够哈多有一些 space。那这样对于社区的防护是有效的。担心医疗量能不够，指挥中心持续扩充中央加强版集中检疫所，截至23号为止，还有将近1000个空房可随时入住。未来3天陆续会有828间空房加入，另外还有1000房规划建制中。目前总共收住1000多名确诊病患，其中新北最大宗占了70%，防疫旅馆数量却没跟上。新北市这边相对除那天的将近200间之外啊，确实相关的旅社也比较少。那本来的防疫旅馆也比较少，那其实要转变也有它相当困难，好，所以在中央也会来协助。除了加强版防疫旅馆集中检疫所量能，医院专责病房也加速清空速度，因为24号就要上路。专责病房、专责医院及时的把它建置起来，那分作2批，第一批大概是就是明天嘛哈，下礼拜一，然后第二批大概是下礼拜五还下礼拜六。都要达到分阶段让他们去执行相关的目标，不让飙升的确诊数击垮国内医疗。中央因应疫情最新变化，随时滚动调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